来看一年一届大家妈祖出巡，从十一点正式起驾，开始九天八暝的行程。大家妈有雨水妈的亲和，虽然昨暗落大雨，不过有真侪信徒也是真热情哦，好规个大家拢真热闹，有超过八万的信徒。炮仔烟火是放甲真大声，钟鼓声齐鸣，大家顶人宫庙埕，即满虔诚的信众，五号半暝啊，大家妈祖正式起驾。乱叫的新旧班的带领之下，真无简单走出庙门，未少信众伸手望新旧，希望叫的妈祖保庇。不过信众实在伤过热情，乱叫队伍要走出庙埕，实在是真无简单。虽然暗时啊雨是愈来愈大，不过一点啊嘛也未失信众的热情，因为大家嘛够有雨水嘛的称呼。相传出巡的时阵，拢会落起大雨，而今年汉上嘛因为这几天的大雨，暂时得到疏解。信众讲是大家嘛的保庇，今年大家嘛绕境行程，拢总九天八暝，跨过台中个街，拢总四个县市，拢总360公里，预算就会吸引数百万的人次随行。乱叫伫半暝才行出水尾桥，而且也伫大渡口一路往南来行，沿途信众虔诚参拜。店员向表示，今年参加的电头甲随行火车，拢比往年搁较侪，而算就会吸引搁较侪信徒，一路对着大家骂。经过九天八暝绕境行程，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